我现在来到池袋伊奇卡地下美食街，那这个叫这间餐厅，它是日本蛋包饭排行有名的，名列前茅。之前在建新的部落格上面看到，像日本这十大蛋包饭，我已经吃过北海道的蛋包饭、羊肉蛋包饭，那现在来这边就是点它的这个双酱蛋包饭，感觉就非常的可口。